Hot, hot, push calls. Oh. Hot, hot, push calls. Oh. Hot, hot, push calls. Oh. 大家好，又系我 coach 灰啦。上次讲咗好突然嘅运球投篮，好啦，咁今日咧，我哋就系要用翻上次嗰个力量啦。你上次讲紧大波后拉后拉，核心压落去，然后射波。好，今日咧，我哋就系要讲咧，点样用呢一个力量运球之下做出侧切投篮。好啦，以前咧，无论我哋核心课程啦，又或者我哋教嘅上重心嘅切步投篮咧。你都是以原地切步为主的，即是这样，即是以前我们一般呢，假设阿豪妈我啦，是不是拍住个波防守在这里，然后 boom boom， 哎，原地射个波的。 OK， 嗱，今天呢就是讲呢，假设我们去过一个防守者，怎样在运球投篮之下去做出这个切步。我们记住，如果以前我们是一定是停低 side step 嘅，敵人係有機會照樣 block 你嘅。OK， 而家假設用翻同一個動作帶埋去，唔 mark 先射咗你先。OK， 要一定要等佢估唔到，如果唔係咧，佢一定會捉到你嘅。明白？然後帶埋去，我再射，唔係，肩頭先至射。out， 差啲入埋嚟一球，嚟一球啊！帶埋去壓過，跳起轉。嗱，睇住个动作系点做？我哋带住个波，系咪压高，然后再射。再嚟多球，睇多次，拍过压雪，睇唔睇到？睇唔睇到啱啱嗰个步伐？我哋系跑动紧嘅，拍过跑动紧。然后压的时候一只脚 ，OK。当你谂住守我射波，拍过，我可以上埋篮嘅。因为我侧切之后，我刚刚射了一下，我过，是吧？如果你在我前面 boom， 嗱，记住要用核心啊 ，boom 拉开射。如果你在我侧边，谂住封我射波，我可以射埋过去。系啊，你见 Chris Paul 咪成日都是咁，我都成。嗱，你试下咁样练，睇住，同啱啱个动作一样，压。推前，今次你要 push cross， 推前，
推前嘅時候，好似啱啱你孖住我咁，你黐住我咧射唔到嘅。唔好俾人捉緊你嘅時候 side step 射波，你都會俾人隔噶啦。因為其實佢黐住你點走走唔到。OK， 所以如果佢黐住你嘅時候拍多下，拉大個空間先側切。嗱，記住核心係壓落去，然後單腳落地 shoot。看不看到？再試一球喎。試一球。當我單打的時候，單打啊好。Shoot， 明唔明白？啊！你手到添。OK， 嗱，你試下啦。嗱，記住你嗰個壓咧係連埋停噶啦，已經啊。第一個 hesitation，push cross。誒，早咗少少攞個波。變咗有少少揈，係咪？你記住第二下咧，過推壓。哦，即係推一下。推一下先。因為你要呢一下睇個敵人咧，我 cross， 你點都係好接近敵人嘅。嗯。所以我你見 Chris Paul 都係先推一下，睇下你跟唔跟埋嚟。所以個角度好緊要，你見我唔係向前帶嘅，向橫帶嘅，就係睇你會唔會繼續跟埋嚟，跟埋嚟我攝入去，你唔跟埋嚟，你唔跟埋嚟 side step 射波，清唔清楚 ？OK， 再嚟試下嚟 ，go 拍壓，係啦，嗱唔係拍一下波嘅，我哋係 push 追翻，你因為呢個咧你係。你踢拍個波頂啊嘛，你係急停咗噶嘛，你要記住你 hesitation 嗰下，佢跟住你嘅，你停佢係 block 你，冇得停嘅。記住係衝埋嚟，你再試下你衝埋嚟，係啦，衝埋嚟壓過，吹多下，係啦，嗱又飛下威啦變咗，因為你冇核心啊嘛，你齋彈，你變咗彈咗出去啦。記住，我哋 push 完之後。是壓壓落去，同埋記住一樣嘢，唔好向外跳。嗯，你向外跳，你會變成重心，即係你跳咗過嚟，你射唔到波。我哋並唔係向外，記住所有嘅核心都係反動嘅發力，即係火箭向上升，係向下噴火。我哋要往右、往左發力，係往呢邊發力。反彈自己過嚟，你的身體才會穩定。帶埋去，壓 cross 推咗下，啊 OK 嘅，做到嘅，因為我冇跟嘛，佢就直接做咗。OK good， 再嚟阿豪，帶壓。是啦、啊、可以再假一点啊变咗跳步啦呢、這个。为什么会变咗跳步啊因为一来没人抹啦有人抹就会容易啲側切啦。二来第二样嘢就係 cross 完之后你冇斜膊头你已经平膊你就好自然就跳步。哦即係。我哋要压过去㗎嘛你记住 push cross 係咁㗎喎 ,push cross 过压膊头推。Shoot， 你是应该这样弹出来你的线路上面是有个很呈现一个很明显的 V 字我走埋嚟，走埋嚟 Boom V 字刚刚你是呢走埋嚟，第一你已经不是向入的了你向这边然后跳步
清唔清楚？記住你要攝入去嘅。佢嚟試下，拍拍 push cross， 哇！拍拍 push cross， 哇！拍拍 push cross， 哇！哇！贏又大佬，好再壓高，唔係啦嗱，你第一你黐住咗隻手啊個拍波，亦都係好多人嘅問題。你要記住，你要第二下咧 push， 你明白？你冇 push 嗰下，拍埋去壓 push shoot， 你同啱啱壓步射波一樣噶。同啱啱跳步射波，頭先咪咁樣壓落去嘅，你而家就係壓單腳落。啊 ，holding 啊 ，holding 得幾緊要啊，啱啱呢下都。啊 ，holding 最緊要嗰樣嘢咧，係你個波喺前邊咧，波。如果你拍個波喺前邊咧，就好係直情違例好 holding。你個波喺隔離咧，都未叫好 holding， 即係可以去到唔吹嘅階段，明白？即係嚟到呢度過，就唔好個波喺前面，喺前邊咧，你一定攞波底嘅，攞波底咧就吹，就一定吹 holding， 同埋個。個動作都突兀好多嘅，再嚟試下。咧都係太快接翻個波，你覺唔覺啊？太快去就即刻去 catch 個波。你等一陣，你追翻個波先，再嚟 go。嗱變咗係嗱，其實都係飛亞威嚟嘅，變咗。點解？就因為你用核心運球去停，我哋嗰個速度咧。核心運球你不用雙腳停不到，你一停不到就變成飛了，明白？你一是就用雙腳很明顯將自己成個人壓實，但壓實了之後也不可以立刻射波，你就會變成舊式那隻壓實然後 side step， 明白？現在是想說是我們是 push 壓接波 side step， 明白？不是不是都不是這樣，我們做個簡單版比較簡單一點 fake 過攞波，所以你係 push， 記住 ，fake push 壓 shoot。同啱啱一樣嘅，只不過啱啱咧，我哋就 hesitation 過右邊，而家就 fake push side step， 試下咧，停，接波唔係咁嘅，接波係唔係呢個係跳步，跳步射唔到波，我哋係要壓嘅跳步，波壓。再睇一次，跳，壓，兩嘢，波，喂，喂，做咩？慣咗啊！做咩 fast 啊？做咩？又抌我，又抌人哋重要部位，又唔聽講嘢，今日好反叛啦！你咪去咗反叛期？唔係，再嚟壓。哇！喺個步大到咁，果然嚇接近黑人選手嘅彈力啊 ，OK 嘅，但係唔係好用到核心，主要用力去做嘅，所以個射波冇力嘅，你發唔發覺？係係，成日有時就因為你其實有少少失咗平衡，去到臨尾嗰一下，尤其咧，你為咗跳向右咧，用盡你嘅力量，令到你個射波炒咗，
我哋叫做反彈過去，用核心反彈過去。波嗱、啊、，OK 啊，但係有少少傷膝頭哥啊，因為呢個你唔係用核心，你有少少用重心嘣咗落去啊。記住用核心壓落去啊，波唔使咁大步啊，豪哥。彈嗰下嘅字，你又唔係真係 NBA 級數，做咩？哇，大佬攬到佢嗰個字，係勁嘅，但係睇落係勁，個視覺效果係好勁嘅，但係冇入咧，再高。哎 ，good， 反彈啊，有少少真係跳過去，啱啱你都係有少少好大力跳過去，我哋係壓反彈，反彈，唔好諗住向呢邊跳，我哋呢度發力，你好似。推自己過去，係啦，明唔明白？試下咯，準備 ，go， 壓 ，good， 啊呢球咪定好多，嗱射波其實 control 咗好多嘅，係咪？嗰、那個動作穩定翻好多。OK， 記住我哋射，我哋做側切，最重要係唔係要拋離你好遠個對手嘛？你只要有拋離一步，佢離已經好大噶啦。最緊要就係咩？你射入去，嗯 ，go， 壓。Good shot， 歪咗變咗膊頭，冇吸上嚟，左手冇用過力，準備 go， 哎 good， 係啦 good 啦，控制好佢，嚟快啲入咗佢，準備 ball 壓 big check， 哎呀飛下威啦又，又飛下威啦，再嚟壓 big， 係 good， 係啦 good shot， 好 good shot， 再嚟壓壓 big。推压住，系呢球 OK 啦。Good shot， 出嚟，到你一号，豪腾压。Good, good shot. 你大約而家明白嗎？係咪同你一開始個發力完全兩樣嘢？細幅度啲，跟住唔係你記住，你好多好多年青人都係咁嘅，跳勁遠，係咪？個畫面係好好睇，係啊，但係你個分數冇加咯。你跳到咁，不如 photo 啱唔啱啊？即係你其實以你呢個彈性，你係應該做呢啲動作啦。boom 再跳呢啲連續跳兩次嘅 pick up 啦，一個側切投籃唔使咁誇張。咁呢個咧，今日就係第二個運球射波。嗱，記住啊，如果我哋咧喺左邊咧一樣嘅壓逼推壓 shoot， 明唔明白？你好穩定嘅，你要睇得出個人。記住壓嘅時候，同樣壓壓逼 shoot， 係用右腳反彈自己。所以你見我成個人咧壓逼好定嘅，明唔明白？看不到，而是用这里压飞弹过来，记住是推压来这里。当你做得熟这个动作，也都是一个 hesitation 来的，飞高压。 OK， 好，今天完。